奇功飞车，我们无法和奇功飞车抗衡的，快跟我走。可是许妹妹跟紧点。天啊，是奇功飞车，再不跑就没命了。原来夸父族真的像山一样高。又强又俊，不愧是一齐地最为赏识的长子，真是英姿飒爽的好男人啊。你别误会，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人。真是气宇不凡，英雄气概。郭叔姑娘，我们出去看看能否帮上丹珠殿下。